家长哈，所有老师，所有辛苦的哈，为校争光的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好。你知道我今天是因为你们得奖的关系，我才有这个荣幸进来签约的，比我还幸福。离开很久，如果被老板听到，老板现在说他快不走，生意没有那么好，就是不太走。我真的是第一次踏进来这间餐厅啦，真的非常的恭喜哦，各位小朋友，然后你们就像刚刚校长讲，五年总共得了11个金牌了，全国的金牌了哈，真的你们真的这个成绩非常的优异，对对对。高雄之光、西甲之光啊，那这样的成绩继续保持啊。那当然，刚刚校长有些预告的事情，我会记在心里，那我也跟校长报告，我尽力而为了哈。那我下个年度呢，确实也变成我们教育委员会的一员了哈。所以我能够帮的忙，我一定比较比我现在更有这样子的力量哈，因为我现在是保安小组的，那明年已经确定了就是教育小组的，好，那所以呢，在这里先跟各位报告，那在这里因为你们的香味太香了，那我又不可以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礼拜一要做全身健康检查，然后那个义大有特别交代哈，这三天我只能够碰所有的蔬果都不可以碰，好，然后肉只可以吃白肉，什么都不可以吃。那你们对，那我现在看一眼看过去的东西，都是白，没有白肉，你说你浑身都是白肉吗？因为什么猪肉、牛肉、羊肉都不可以吃，就可以吃鸡肉跟鱼肉那些啦。然后要尽量清淡，然后不能够吃葱蒜，都不碰。那吃火锅没有碰沙茶，没有碰葱蒜，不像吃火锅哈。所以我只能够赶快离开哈。然后在这里也是我们我想现在是年底了啦哈。那接着12月25日也是虽然不是我们台湾的节日，国际的节日了哈。所以在这里也先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哈。那祝各位新年快乐啊，事事如意平安哈。谢谢。